嗨，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山。上次呢，我们讲了这个中国的家庭关系，对吧？家庭里面有不同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叫啊？应该怎么称呼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好，还是这个图。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讲完了这些，对吧？讲完了，陈先生的父母的这些关系图，父亲、母亲，对，这些。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下面的，对，下面的，跟陈先生，对，这些，一样的辈分的关系，然后往下，好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是陈先生对吧？我们看这个呢，这个女的叫做叫陈先生的姐姐或妹妹。我们有讲过比我们大的叫姐姐，比我们小的叫妹妹，对吧？好，这个是陈先生的姐姐和妹妹。姐姐和妹妹，对，这个呢，这个如果是姐姐的话，她的丈夫或者老公叫做姐夫。姐姐、姐夫。如果是这个女性比陈先生小的，叫做妹妹或者妹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她这个呢，这个女性也是这个爸爸妈妈的孩子，对吧？好，那么这个呢是姐姐或者妹妹，姐姐、姐夫、妹妹、妹夫生的孩子，姐姐、姐姐、妹妹他们生的孩子呢，我们叫做外甥，外甥、外甥女、外甥、外甥女，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是陈先生，这个是陈先生的，想一下是什么？对，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对吧？哥哥或者弟弟，陈先生的哥哥或者弟弟，哥哥的妻子叫做嫂子。嫂叫做嫂子、嫂嫂，对，嫂子或嫂嫂。那弟弟的妻子或者老婆，叫做弟媳，对，弟媳、弟弟、弟媳、哥哥、嫂子或者哥哥、嫂嫂。好，那么哥哥和弟弟呢也有孩子，对吧？哥哥的弟弟也有孩子，那么。哥哥和弟弟的孩子呢，我们叫做侄子、侄女，侄子和侄女，明白了吗？好，这边呢，姐姐或妹妹的孩子呢，我们叫做外甥和外甥女，外甥和外甥女。好，这个可以看懂吗？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部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陈先生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陈先生的女儿，对，这个是陈先生和他的妻子生的女儿，对，这个呢，女儿的丈夫或者叫女儿的老公，叫做女婿，女婿。好，那么接下来这下面呢是女儿和女婿生的孩子，那这个呢叫做外孙，外孙女，对，女儿生的孩子叫做外孙，外孙女，可以明白吗？好，我们再来看这一边，这个是。陈先生的儿子，对吧？男性叫儿子。
好，我们刚刚说了陈先生的儿子，对吧？看，这个是陈先生的儿子，他的儿子的妻子或者叫老婆，我们叫做媳妇，媳妇。陈先生的儿子的老婆叫媳妇，儿子媳妇。好，儿子和媳妇生的孩子呢？我们叫做孙子、孙女、孙子和孙女。好，我们再看一下刚刚讲的陈先生的女儿生的孩子，叫做外孙、外孙女、外孙、外孙女。陈先生的儿子生的孩子叫做孙子。和孙女，好，孙子和孙女，可以明白吗？好的，这个就是这中间的这一个关系图我们再来看一遍好吗？好，这个是陈先生和他的妻子，这个是陈先生的姐姐或者妹妹，对吧？是女性，姐姐或者妹妹，姐姐的老公。她的丈夫，姐姐的丈夫叫做姐夫，妹妹的丈夫，叫做妹夫，好，那姐姐和妹妹她们生的孩子呢，叫做外甥和外甥女，外甥和外甥女，好，这边是陈先生的哥哥或者弟弟，对，这是男性，对吗？男性的哥哥或者弟弟，哥哥的妻子叫做嫂嫂或者叫嫂子，嫂子。哥哥弟弟的妻子叫做弟媳，弟弟弟媳，哥哥嫂嫂或者哥哥嫂子。好，他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孩子叫做侄子和侄女，侄子和侄女。好。那么中间的关系大家能看懂了吗？中间的关系可以看懂了吗？好，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之间的关系比较常用的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称呼或者叫做怎么叫的，对吧？好，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在中国的这些关系里面，有哪一些这些叫法有哪一些特点，好吗？好，我们看，从最上面开始看。好，这是陈先生的爸爸，他的爸爸的爸爸叫做祖父，爸爸的妈妈叫做祖母，也可以叫爷爷奶奶。好，陈先生的妈妈的父母，这个叫做外祖父、外祖母，这边是祖父、祖母，这个是外祖父、外祖母，对吗？我们也可以叫外公和外婆，有一个外字，对吧？外公、外婆、外祖父、外祖母。好，这个就是陈先生的父母的父母，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好，那么呢，我们刚刚有讲了，对，这上面的关系，对吧？这个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外的是妈妈这边的女性这边的叫外的还有哪一些呢？我们有这里，对，这个是陈先生的姐姐或者妹妹的孩子，我们叫做外甥、外甥女。陈先生的女儿生的孩子，我们叫做。外孙、外孙女，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加了 y 的，对吧？加了 y 的这几个称呼，y 的都是跟女性相关的啊。这个女性妈妈，然后姐妹或者女儿，她们这些下面的关系要加一个 y 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陈先生的父母这些关系呢，这种关系呢，也有一个特点，也有一个特点。比如我们看，这个是陈先生的，这个是陈先生的哥哥或者弟弟啊。我们哥哥叫伯父，对吗？伯父。弟弟呢，弟弟叫就叫做叔叔。伯父和叔叔，好，除了这一个呢？除了这一个呢？伯父和伯母、叔叔和婶婶，然后他们的孩子呢，叫做堂哥、堂弟、堂姐、堂妹，对吗？好，那其他的呢？其他的称呼没有这种大小的区别，就是。不管大小，不管大的或者小的比如像这个，这个是陈先生的爸爸的姐妹，我们都叫姑姑、姑父、姑姑、姑父，对吗？好，他们的孩子叫做陈先生的表姐、表妹、表哥、表弟。好，我们看。这边也是，陈先生的妈妈的兄弟姐妹，兄弟，我们陈先生应该叫舅舅，对吗？不管大小都叫舅舅，这个呢，姨妈，对，不管大小都叫姨妈。好，他们的孩子呢都叫表，对吧？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陈先生的父亲的这一边，他的爸爸的兄弟，我们大的叫伯父，小的叫叔叔。他们的孩子，大的叫堂哥，小的叫堂弟，大的叫堂姐，小的叫堂妹。好，这个是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好，除了这一组呢，除了爸爸的兄弟这一组呢，其他的，他们不分大小，比如这个是姑姑、姑父，对吧？他们大小是都叫姑姑。然后这边呢是妈妈的兄弟叫做舅舅，不管大小都叫舅舅。这个是妈妈的姐妹，都叫姨妈。好，还有他们的孩子呢，除了这个叫堂，其他的都叫表，对吧？表哥、表弟、表姐、表妹，这些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只有这一个爸爸的陈先生爸爸的兄弟的孩子叫做堂，对。堂哥、堂弟、堂姐、堂妹，好，这个是一个特点，好吗？好，那么我们有的人可能会问，那如果这些绿色框里面的这些这个不分大小，我们怎么来区别呢？比如说像这个是陈先生爸爸的姐妹，对吧？都叫姑姑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她的年龄的大小，叫大姑、二姑、三姑，对，用数字来叫他们。好，那么我们这边呢，陈先生妈妈这边呢，这个舅舅也可以，可以说大舅、二舅、三舅，可以用那个数字来区别。好，这个是陈先生妈妈的姐妹，姐妹的姐妹。
这个是陈先生的妈妈，他的陈先生妈妈的姐妹呢，我们叫姨妈，姨妈，姨妈呢，我们也可以用数字，用大小，按照年龄的大小来说来区别，叫做大姨妈、二姨妈、三姨妈啊，用这个数字来区别。嗯，可以明白吗？好，除了这个陈先生爸爸的兄弟叫做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之外呢，其他的这些比如这个是姑姑，对吧？姑姑，然后这个是陈先生妈妈的兄弟叫舅舅，还有这个女性叫姨妈，都可以用数字来区别，好吗？数字啊，比如说年龄最大的，我们可以叫做大，对，大姨妈或者大舅或者大姑，然后依次就是二姨妈、二舅、二姑、三姨妈、三舅、三姑，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讲那么多了。啊，我还想说一点，就是陈先生的姐妹，他的陈先生的姐妹的孩子，我们叫什么？对，还记得吗？陈先生的姐妹的孩子叫做外甥、外甥女、外甥、外甥女。但这里还有一个陈先生和他妻子生的女儿的孩子叫做外孙、外孙女。嗯，看我的口型，这个是外甥、外甥女，好吗？这个是比较扁一点的外甥、外甥女。但这个呢，这个是陈先生女儿的孩子，叫做外孙、外孙、外孙女，好吗？好，这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要注意一下。好，这个就是所有的，也不是所有，就是比较常见的、常用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称呼。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讲到这里吧。好，再说一遍，这个呢，这个图标代表的是女性，或者叫女人，或者叫女的，或者叫女生。这个呢，这个图标代表的是男性，或者叫男人，或者叫男的，男的或者是男生，好吗？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你有哪里不明白的，可以留言告诉我。嗯，好，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下次再见了，拜拜。